争取，谁能成来世？你和我渐渐都冰释，爱如此恨，也不过如此。再没有，对不起，谁能代替彼此，让你陷入如此痛苦的境地。阿凡，我带你走吧。大人，这都是我心甘情愿的，你不要这么说。你呢，一定要好好坚持下去，这样才能对得起那么多牺牲的人。如果逢人之不悲时，心动在春来时，辗转纷纷乱世，才将心安置，只待春来之时，真一脸沉思。等一切结束了，我就带你远离世俗烦忧，我们隐居山林，做一对逍遥快活的普通夫妻。得记得，你还没有风风光光的把我娶进府呢。女孩子嘛，总是喜欢有仪式感的。要不，你该不懂得珍惜我了。风风光光娶你，生生世世爱你。